兄姐妹早晨，我要预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因为下个星期咧，我就去国语崇拜聚会。我一个星期去国语，一个星期去广东话，咁啊轮流同大家嚟见面，大家嚟分享，大家嚟一齐嘅敬拜服侍我哋嘅神。今日又系陈牧师讲到啦，所以大家要留心听三个字，留心听。咁啊，听到之后咧就有福气啦，听唔到咧就冇留心听就好辛苦啦。今日我哋嘅信息系大喜嘅信息，呢、这个信息系牧羊人所得到嘅信息，系天使俾牧羊人所发出嘅信息。呢、这个信息，呢、这个故事，我哋每一年都重新讲一次啦，或者系牧羊人咧，或者系嗰啲博士啦，或者系其他关于耶稣降生嘅信息，大家都好熟悉噶啦。但系今日我哋听嘅时候，我希望我自己同大家都系一样，重新嚟思想耶稣基督降生嘅呢个信息对我哋今日有咩特别嘅意义，有咩特别嘅新嘅领袖俾我哋可以继续嘅成长。喺我哋读呢、这个牧羊人嘅信息嘅时候咧，我都唔使再读一次啦，因为大家都好熟。但系我觉得好惊奇嘅咧，或者一年一年重新读嘅时候，对我嚟讲最大嘅领袖或者最大嘅惊奇啊，就系点解耶稣基督派天使，点解神派天使去传扬呢个信息嘅时候，系向嗰啲牧羊人，系向嗰啲卑微嘅，系向嗰啲系社会低层嗰啲嘅人嚟发出呢个嘅信息。点解耶稣基督降生嘅信息系咁简单嘅，咁低调嘅？点解一个创造呢个世界嘅王啊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进入佢自己所创造嘅呢个世界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地球嘅时候，系咁简单嘅？点解耶稣基督嚟嘅时候，冇嗰啲好似权贵人士入场嘅时候嗰啲嘅大嘅气派咁样，冇似明星入场啊，或者系总统入场嘅时候，有保镖啦、啊，有随从啊，左右嚟拥护嘅入场咧？但耶稣嚟嘅时候系咁简单嘅，即系向嗰啲牧羊人嚟报告呢个嘅信息。如果耶稣嚟嘅时候系向希列王嚟报告出嚟，咪好啲咧？佢就发出一个嘅圣旨，就话大家都要信耶稣啦，因为我遇见呢个嘅教主。咁福音咪传得好快咯？如果耶稣嚟嘅时候，天使系向大祭司嚟报告呢个信息。咁大祭司都信咗啦，我哋所等嘅尼赛亚嚟咯，唔使等噶啦，耶稣基督就系啦。咁佢就吩咐所有嘅祭司，大祭司下面有好多祭司噶嘛，又吩咐嗰啲万事，圣经嘅万事啊，圣殿里边嘅万事，就将嗰啲故事就抄出嚟啊，尼赛亚嚟啦，耶稣基督就系啦。咁福音咪传得好快咯，成个以色列个人都信咗耶稣啦嘛。点解唔系咁做法噶？到今日我都始终觉得好奇怪，或者觉得好惊奇。神嘅 approach， 神嘅方法，同我哋人嘅方法，神所所注重嘅、重视嘅，同人所重视嘅，好似好唔同嘅。我谂我只有一个解释，就系牧羊人嘅心是已经准备了接受这个信息的。牧羊人的心已经是在那边有一个渴慕的心来等候这个信息。因为有权势的人不一定有一个受教的心。因为有宗教背景的人不一定肯接受一个教主的。有些时候他讲的教主，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是半个教主来的。因为那些有能力可以传达信息的人不是一定肯谦卑自己的。但是牧羊人，我想这个信息传给他们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信息，因为他们听了之后真是去寻见这个教主。其他人不是一定肯这么做的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，这个天使所传扬的信息，是给一班愿意接受期望这个教主的这个牧羊。他们在野地的地方牧羊的时候，天使向他们来显现。
我有时觉得点解揀呢个地方呢，我諗当时都好多牧羊人啦，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嘅牧羊人。点解喺呢个特别嘅地方呢，係咪因为呢个地方系比较安静啲，係咪因为呢个地方就离开咗呢啲字呀嘅制度，离开咗犹大宗教嘅系统，离开啲文化啲嘅缠绕，离开啲物质嘅吸引力，使到佢哋可以更加集中，更加专注喺救主嘅身上，佢哋嘅心反而更加嘅开放嚟接受耶稣基督呢个嘅信息。呢种嘅入场啊，呢种嘅嚟到世界，呢种教主呢个世界嘅君王，呢个宇宙嘅君王，点样咧入到我哋当中，咁谦卑嘅向嗰啲心里已经准备好嘅人，无论佢个背景系点样，俾我好大嘅反省。我谂圣诞嘅信息都系咁样，耶稣基督将佢降生嘅信息，耶稣基督将佢嘅救恩系向我哋每一个人，普通人都表示出来。你头先读经文日都读啦，嗰啲牧羊人当佢哋睇到天使嘅时候，圣经同我哋讲一年两次都讲佢哋嘅惧怕，牧羊嘅人就生惧怕，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。如果你今日睇到天使嘅话，你怕唔怕？咁天使我哋大家嘅印象就系着住白衫啦，有翅膀啦，咁啊飞喺空中啦，咁啊全身白光啦，咪天使咯，系嘛？大家嘅印象都有啲唔同，就睇下你睇过咩嘅电影咯。咁如果天使向你嚟显现嘅话，你怕唔怕？有啲人怕，有啲人都怕，点解怕呢？如果我哋喺一个权威，好似天子咁样，一个灵嘅一种嘅神所创造嘅灵嘅面前，系有权威嘅，或者喺神嘅面前，点解我哋怕呢？我哋怕啲乜嘢？系咪觉得我哋唔足够啊？我哋不足比较，系咪觉得我哋有啲惧怕？系因为我哋自己知道我哋自己有啲黑暗面，我哋唔希望喺天使嘅发光嘅嗰种嘅背景之中咧，就将我哋黑暗嘅地方照出嚟，或者系我哋人类大家都有啲秘密啊？呢啲秘密咧最好冇俾人知道。当我哋太接近天使神嘅时候，我哋惧怕，因为我哋好怕我哋心中嘅秘密会显露出嚟。但系天使向佢哋所传嘅信息，就系针对人呢啲嘅问题。佢话：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呢个信息系一个好嘅信息，呢个信息系一个好喜乐嘅信息，呢个信息系关乎所有嘅人，唔单系以色列人，唔单系犹太人，唔单系牧羊人呢班嘅人，系超过系全世界嘅全球性嘅一个信息，系被全人类嘅，因为大家都有秘密，大家都有黑暗面，大家都有罪恶，大家都会面对死亡。佢话呢个嘅信息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教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主基督，基督的意思就是尼赛亚的意思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教主，是神的受膏者，神所派你我们当中拯救人类的这个教主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信息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。如果我哋冇问题，就唔需要救主啦。如果我哋可以搞掂我哋自己嘅世界，我哋自己嘅文化，我哋自己嘅国家，我哋自己嘅社会，我哋唔需要救主，真系唔需要。我哋话多谢耶稣唔使啦，好又 OK， 你唔使嚟啦，唔使麻烦啦，你过你嘅生活，我哋过我生活就好。但系我哋嘅人类历史，我哋嘅人类嘅文化到而家，我哋始终都明白点解我哋有罪恶，点解人一生嚟就会犯罪嘅。就会做坏事嘅，就会有邪念嘅。我哋都唔明点解我哋要
面对死亡，一啲都冇办法，冇人一个人都冇可以解决死亡嘅问题、罪恶嘅问题。我哋喺生活之中，始终都觉得点解我哋生活咁艰苦嘅？啲苦难边度嚟嘅咧？有冇做错事？有冇做啲唔啱？有冇犯法？点解苦难会临到我身上？呢啲嘅问题，我哋人类始终都冇办法理解。耶稣基督就系呢个嘅答案。佢话：你哋要看见你哋祭坛嘅成女为你哋生了教主，就系主基督。耶稣基督佢嘅降生就系解决我哋罪恶、我哋死亡、我哋苦难嘅问题。佢话：你哋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因为嗰日或者都有好多细路哥喺伯利恒生出嚟啦，但系只系有一个生喺呢个马槽里。咁呢个记号就带你呢个牧羊人去揾到以位嘅教主耶稣基督嘅降生。天使嘅信息到最后嘅时候呢，系一个好大嘅崇拜。佢哋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这个信息是值得我们崇拜、值得我们欢喜、值得我们歌唱的。但这个信息都很清楚的，这个歌唱都很清楚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着万人万民来降生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得着的，就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开放，就看我们的心有没有接受他。这个信息是被万民的，但是我们的心接受的时候，这个信息就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但如果我们的心是关闭的，我们的心不开放的话，这个信息就跟我们擦身而过，就失去了。所以刚才蔡牧师就祈祷，为我们祈祷，要求我们大家祈祷，在我们的朋友、家人、邻居、同事、亲戚之中，还是有未信主的家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，来向我们传扬这个福音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来解决我们人的罪恶的问题、我们死亡的问题、我们苦难的问题。当牧羊人听到这个天使的信息之后，圣经跟我们讲在15节到17节，他们就开始去寻求，因为他们心已经准备好了。但是不单是他们去寻求，当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写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他写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 template， 很清楚的模式的。他写24章路加福音的模式是怎样写的呢？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的解释的。他又提阿非罗大人，他说很多人呢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按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事，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，是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去参考那些目击的证人，搞清楚这些的事实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的。以下就得到这个的结论。目的呢，他写给这个人叫做提阿斐罗。目的是希望你明白真道，你的信心去得到坚固。是用这种很认真的态度来写这个路加福音。在耶稣基督降生，他写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。天使报这个佳音，天使报这个大喜的信息，真是的吗？是不是那些牧羊人做白日梦啊，或者他们是发梦啊，或者看到什么的异象啊，或者他们剃牛朵呢，看到一些幻象啊，是真的是假的？这个教主真是生了的吗？你本来就算的，那这个就是迷信咯。老家很认真地进行这个记录，他就跟我们说，那些牧羊的人，他们亲自去寻见、寻找这个教主。他们去到这个地方，见到这个教主，他们自己成为这个目击的证人。确实这个真是教主，然后就朝拜他，他们就歌颂他，他们就
接受了这个的教主。这种的写法呢就跟老家作这个老家福音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很详细的，很清楚的，有证据的。搞清楚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教主。当各样人去找的时候，怎样去找得到呢？他们看到有一个记号，就是这个婴孩是生在马槽里，这个是记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记号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人找到我们的教主耶稣基督的记号是什么？是不是马槽啊？马槽已经不见了，两千年前都不见了。我们今天的记号可以使到人找到耶稣基督的记号，就是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今天的记号是十字架，是我们摆在礼拜堂的十字架，或者是我们的崇拜中心的十字架，或者是礼拜堂上面那些屋顶上面那个十字架，或者是那些旧的招牌上面都摆在一个十字架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号啊。但是二千年前，如果任何跟着他教会将十字架摆在他们的屋顶上面，他们的崇拜中心的后面挂在墙的上面的时候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来的，是一个死刑，是罗马人发明出来的，很残残忍残忍的一种的做法，使到人慢慢死，钉了他的手脚挂在上面，脱晒放在日头下面爆晒他，俾佢慢慢死啊！切身露体、羞辱、羞辱、羞耻咁慢慢死啊！罗马人发明呢个嘅刑具咧，太残忍到个地步，佢哋都唔准罗马人被呢个刑具嚟处死刑噶，因为太不人道，其他人可以，罗马人唔可以。将呢种嘅记号挂喺我哋嘅墙上面，挂喺我哋嘅屋顶上面，你话啱唔啱咧？我哋而家睇惯咗啦嘛，系嘛？二千年前睇到你吓死人啊！边个人敢去礼拜堂？你谂下啦，如果今日我哋将我哋嘅电椅、electric chair 挂喺呢度啊，你试下啦，睇下边个嚟礼拜堂啊？或者嗰啲我哋有啲死刑迷用啲枪咯，手枪摆上去啦，你试下啦，睇下边个敢嚟个礼拜堂啊？美国咁多枪杀嘅事情，我哋闩门啊，唔使做生意噶啦。或者将嗰啲吊死嗰啲犯人嗰啲嘅吊具吊索啦，摆上去啦，系我哋嘅记号啊，摆喺礼拜堂嘅屋顶嘅上面啦，试下啦，睇下边个嚟礼拜堂啊！但系今日十字架变成我哋嘅记号，系因为耶稣基督神嘅儿子，无罪嘅人，完全嘅神，愿意将佢自己谦卑，让人将佢挂上去十字架上面，为我哋死。佢就改变咗成个十字架嘅意义啦。佢就改变咗我哋对十字架成个嘅印象咗。十字架唔系一个嘅刑具啦，而家十字架系个救恩嘅记号。十字架变成善爱世人嘅一个嘅记号。十字架变成我哋人可以翻到天父嘅呢个面前，呢个好重要嘅道路，就系耶稣基督成就嘅救恩。呢个系我哋嘅记号。今日我哋要传扬圣诞嘅信息，我哋嘅记号就系耶稣基督嘅十字架。当牧羊人参见教主咗，参见耶稣基督之后，喺最后十八到二十节咧。我哋睇到三种嘅回应，就系在十八节，呢啲天使就将呢个孩子嘅话传开了。十八节话：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众人呢，第一个反应就系好觉得好奇妙，英文圣经翻译成好 amazed wonder， 佢哋觉得好奇妙。点解有咁好嘅信息呢？点解有咁样嘅教主系身喺马槽之中嘅？
好特别嘅，好谦卑嘅一个嘅教主嚟为我哋都为我哋死，为我哋埋葬复活，为我哋升天，将嚟为我哋再来。这个是奇妙的救恩，这个救恩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，这个救恩是靠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而死，使得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他们觉得很惊奇。第二个反应呢，我们看到玛利亚十九节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。因为玛利亚不是第一次听到天使的信息，天使第一次来的时候都跟你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叫他名叫耶稣，他要将自己的人将罪恶之中带出来。现在呢就听到牧羊人亲自来朝见这位的教主，在他的心中他一次又一次看到神的恩典、神的救恩、神所计划的奇妙的救恩，他心中不断的来思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这么奇妙，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。第三个反应呢，是牧羊人就开始就传扬就敬拜他。二节，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于神，赞美他。他们就歌颂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第三种的反应，不知大家今日同哪种的反应最有共鸣呢？你的反应是哪种？当我结束的时候呢，我要同大家来分享三方面的应用。第一就是谦卑。耶稣基督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，是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都要学习的谦卑。在我们的服事之中，在我们教会的运行之中，我们要学习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事人，一个谦卑的心来看我们自己，来看其他的人。我们需要在我们当中学习一种角度的胸襟，角度的一种的心情。不单是看一根教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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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看到神整个的角度，这种的谦卑。但是我们不是最大的教会，我们都不是最有能力的教会，其他教会都有神的同在。有人在我们当中得到救恩，我们很欢喜，有些人去到其他教会得到救恩，我们都为他们欢喜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会友忠于我们的教会，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去到其他的教会继续服侍神的时候，我们为他祝福了。因为我们不是唯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希望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，但是我们不是唯一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我们那里头罗兰岗礼拜堂都是神的教会，转下面有其他的生命权教会，前面有EFC 教会，里面有另外教会。如果是传扬圣经、传扬我们的教义，他们都是神的教会。我们同他们一起欢喜，一起同心，一起来建立神的国度。这种的谦卑是我们要学习有一种角度的这个空心胸来彼此的服侍。在我们的服侍之中，我们要学习谦卑。这个是我从牧羊人的信息之中得到第一个的功课。第二呢就是敬拜。好多的时间当他们传扬了这个信息之后，天使又敬拜，牧羊人都敬拜，大家都要敬拜。在圣诞节之中，我们真的要敬拜，要庆祝。有些事我们时时说，那些世界又不懂庆祝圣诞啦，就是买礼物啦、party 啦、饮啊、食啊、火鸡啊，这些东西。我们不同啊，我们真的知道怎样来庆祝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庆祝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大肆庆祝？如果我们这么信这个真是教主来到我们当中，教会是不是应该带头庆祝？庆祝得比其他人都更加的溢流。因为我们真是相信这个是我们的教主，他真是为我们而生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头在我们的庆祝之中
你高举耶稣基督。我哋都食火鸡，我哋都有团圆饭，我哋都一齐嚟打边炉，我哋都有啲唔同嘅聚会，但系我哋成个嘅中心系耶稣基督嘅降生，好清楚嘅，将圣诞节嘅中心，圣诞节嘅中心人物好清楚嘅表达出嚟。如果我哋自己识得庆祝，其他人就跟住我哋就识得点样嚟庆祝啦，系嘛？我哋敬拜，我哋庆祝耶稣基督嘅降生。第一谦卑，第二我哋要识得点样嚟崇拜，第三最终圣诞节嘅中心，圣诞节嘅信息就系我哋有冇开放我哋自己嘅心嚟接受耶稣基督，接受佢做我哋嘅教主，接受呢个信息，带着佢嘅感恩嘅心嚟朝见我哋嘅主。因为圣诞节最终就系教主嚟到罪人之中，活喺我哋当中，嚟将我哋带回到天父嘅面前。呢个系一个救恩嘅举动嚟嘅，呢个系一个使人去同神重新和好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举动。喺呢个圣诞节之中，求神都俾我哋有一个向人传福音嘅心。几个星期之前 ，Ferguson 就将呢个白人警察枪杀咗呢个黑人嘅青年人嘅判决宣布出嚟之后咧，就发生暴动啦。嗰日有一个美国足球队嘅一个球员，叫 New Orleans 个 Saints， 其中一个黑人嘅球员，佢都系个好嘅基督徒，佢就写下呢啲嘅 Facebook。佢嘅心情，佢嘅思想，有好多人都觉得写得好好。佢将真正嘅问题讲出嚟，我同你分享。佢话：当我正在准备星期一晚嘅比赛嗰阵时，从新闻得知 Ferguson 嘅案件嘅判决，我整理咗我的心情，决定要将我嘅谂法咧写低。佢话我感到愤怒啊！因为不公平的事件依旧继续发生。他让我感到沮丧，因为流行文化、音乐、电影都在推崇警民之间的冲突，鼓吹敌对的态度，结果是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失去生命。他让我感到惧怕，因为虽然我奉公守法，但是我的外貌在一啲人嘅眼中却是一种嘅威胁，我仍然要格外努力先至能够得到其他人嘅接纳。佢话我感到感激，因为判决后发生嘅抢掠、暴动、犯法嘅行为，肯定咗好多人脑海里对我哋嘅偏见，认为我哋系应该得到次等嘅待遇。我感到难过，因为由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，种族分歧去加剧，社区关系被撕裂，无情的指责、无情的伤害达到沸腾点，或者我们永远没办法认识当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当日的真相是什么，我们没办法知道，因为太情绪化了。他说我感到需要谅解，因为我不在场，不知道确实的真相，或者白人警察是为了自卫而开枪打死了黑人青年。现在他和他的家人都要承担后果了。又或者他是故意的激怒那个黑人的青年，而引发一连串的事件，最后呢谋杀了对方。佢让我感到好不安，因为我睇到好多辱骂性的言论，不止无情，而且忽视别人内心的痛苦。佢让我感到好混乱，我唔明白点解服从警察系咁难嘅，我都唔明白点解有啲警察滥用权力。权力系一种责任，唔系用嚟压制人嘅武器。佢又我都自己反省，
因为有时我亦都会不顾事实，总是要企喺自己人里面。有时我感觉是我们与他们的对抗。有时我跟过那些我指责的人同样有偏见的。这样是不对的。我怎可以因为对方是白人就下定论，却同时又不接受其他因为我是黑人就下结论。他说我感到绝望，因为我知道这一类的事情会继续发生。我的仔女下一代仍然要承担称为少数民族的客观。我感到有希望，因为在美国还有种族的问题，但是比起我们爸爸阿爷的上一代呢已经好很多了。我自己就经历到不同种族的球员、朋友和导师都可以彼此的尊重。他说我感到好大的激励、鼓舞，因为问题的重点不是肤色，问题的重点是罪恶。罪恶使人违抗权威，罪恶使人滥用权职权，罪恶使到人彼此的歧视带着偏见，用欺骗来掩饰自己。罪恶使到人去参加暴乱、抢掠、纵火。但是我感到鼓舞，因为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来解决罪恶的问题，来改变人的生命，叫我们能够不凭外貌来到判断一个人的价值。种族的悲剧不是靠教育，乃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可以解决。所以他说我最后仍是充满鼓舞，因为耶稣的福音赐给人类有希望。这篇的 Facebook 文章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，很公平的、很平静的、很客观的来看这个暴动、这个人类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今天我们重新来看圣诞的故事，重新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都是很客观的、很平静的、好合理的来看这个事情。就是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弥赛亚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盼望。今天我们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来到你的心中，耶稣基督的救恩都临到我们心中，我们当中每一位来认识耶稣的大圣子和朋友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而生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无助，是因为我们被罪恶捆绑，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得胜罪恶，没办法得胜死亡，我们都不解为什么有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个就是福音，这个就是圣诞的中心的讯息，是我们今天大家要接受。我们当中未有接受的朋友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希望今天你就降生在他们的心中，在他们的心中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带来平安。神啊，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当中很多已经是信了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好像玛利亚这样，是用一段时间来深深的思想反省这个圣诞的讯息，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继续的鼓励我们、激励我们，继续用一个感恩的心，一个感恩的心来生活，来面对挑战，来面对我们生活上各种不同 的挑战。神啊，你帮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买礼物啦、圣诞的节目啦、圣诞的餐啊，继续不断的来举行当中，我们都好像玛利亚这样，将这些的讯息摆在我们心中，反复的思想，反复的思想，将这个讯息在我们心中激励了我们，深入了我们心里面。所以我们真是
为着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救恩，心中发出好大的感恩，发出好大的感恩。我们多谢你，我们求神在我们当中都得到我们对你的崇拜，对你的赞美，使到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家人，使到这个世界看到基督教会怎样来庆祝他们教主的降生，知道我们整个的圣诞节的中心人物是哪个，知道我们怎样用一个神所起的方法来崇拜你，来歌颂你。神啊，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来提升这种的崇拜，这种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用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，用这个信息来激励我们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